你都种下了失败的种子，将它为暗的城墙，后面对你进行着审判。他们很想要统治控制你，用石头砸你的鸡蛋，在讽刺控制你，说你比不了当年他们的一半的。你看他们全都在勾践残喘日落西山，想让你变得更圆滑，才会说你是一个极端。你所有做的全都是错的，无论你做的多么多，但他们怎么说，只是因为你违背了他们喜欢的生活习惯。但长江后浪必须得退着前浪走，不满足现状愿望绝对不是活得像他们一样的没有眼光。这些伎俩嘲笑失败的伎俩，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吸引我的注意力，阻止我前往远方的目的地。没有人会把你要的递到你手上去听你抱怨，去听你惆怅，他们要的就是你倒下，要的就是你功亏一篑。一个个来势汹汹，看着你两手空空，但属于你的他们都统统没办法抢走。你说你特别强，你老子不得怕，你说你也是敌，那我绝不会让。你说你不想输赢，那我也得加，你为我比你拼，我绝不会投降。你说你特别强，你老子不得怕，你说你也是敌，那我绝不会让。你说你不想输赢，那我也得加，你为我比你拼，我绝不会投降。他们说你没有机会，说你 ordinary， 说你没有具备条件，说你这个说你那个，又说了一大堆的屁话，为了扰乱你的气泡，我把麦克风调制到最大。说我要掀起上文艺复兴，让人们重新把重心放在内容上，而不是让所有的人去读经。哎，理所当然他们都会嘲笑你说肯定不行，哎，理所当然他们甚至会觉得你的神志不清，理所当然他们都会比你理性，一定会苦口婆心的告诉你套出你，让你变活的人是不行。但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变迁，在不经意间我们就会变得更加显眼，所以大可不必再有什么怨言，因为这话筒注定会传到我们面前。你说你特别强。